那怎么做这个很难的积分题？其实不难啊，因为我们只要做个变数变换。好，来看哦，当我们有 x 等于负无穷的时候呢，把它丢进去。来，一的负无穷是等于什么？就是 u 会是从0开始，然后把正无穷丢掉来的话呢，一的正无穷是也是正无穷嘛，所以 u 会是等于正无穷。来，这边是 sin， 然后我们这个是 u 在里面。那 dx 呢是 du， 然后除以这个 u， 嘿，这个好像似曾相识哦，没有错，它呢就是二分之派。